对对，你们就是点赞不给力。我二姐有条件，她说点赞不给力，她说她不跳，不能这样，知道吧？但是让叔叔阿姨们点是可以的。我衣服我吃那个米线，然后躺到这儿了，然后我用那个纸巾擦了一下，给我来2000瓶。哇，你要这么多瓶干嘛？你吃不完的，这样你吃不完，你先买个几瓶嘛，回去尝一下。如果你觉得真的很好吃，你后面再来买就可以了。我要预约。好的好的，放心叔叔阿姨们，我把那个预约再推送一下好不好。你们预约了的是看不到的，没有预约的就可以看得到。一瓶是一斤装，对。四肢发达。我的天哪，四肢发达，我确实有肌肉的，叔叔阿姨们，等夏天再给你们展示一下。但是现在你不要像现在的话太冷了，知道吧。预约怎么没有呢？不可能吧，你能看得到吗？能不能看得到那个预约？好像必须要在直播间观看多长时间才行啊。好，那个小苗哥说必须要在直播间观看10分钟以上或者5分钟以上才能看得到那个预约。对，等一会儿那个看完我二姐跳舞差不多5分钟就过去了，然后你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预约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你哎，你那个这个对，哇，你就跳这样，是这样是吧，然后这样，这个特别好看，真的。就是把那个这个裙子就是这样转起来。你看看到预约了是吧？好的，谢谢叔叔阿姨们。私信你能看得到。快跳舞。问题是那个舞，我跟你们讲，那首歌特别难找，它没有歌词，知道吧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？啊，想问啥？我一直在这跟叔叔阿姨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咱们一起那个点点赞哈。哥姐叔叔阿姨们一起点点赞，戳戳屏幕点点赞。咱们今天的点赞确实说实话哈，确实有点差强人意了，这是事实啊。咱们必须该认还是要认的。大家多辛苦啊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阿牛跳舞真的是漂亮，真的漂亮，对吧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是不是超级的好看？是不是超级的好看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？肯定的，对吧？阿牛跳舞真的好看，对，阿米跳舞真的也好看。你别说假话了，知道吧？谁说假话了？谁说假话了？谁说假话了？在那瞎扯！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皂角米，我的妈！皂角米，那个我们一皂角米半年没有。胡总，你们有没有皂角米啊？对，那没有带了，没有。哎，没有，我这看着还有，还没有。那个不是皂角米吗？我跟你们说，叔叔阿姨们，他们带了皂角米。因为他们我们断货断多久的？对，哥姐是不是我断货5个月有吧？5个月断货5个月的皂角米，有没有人买过我们家皂角米的？有没有？有的大家打个有买过皂角米的大家打个有。我们这个皂角米是没有熏硫，没有泡糖水，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，就是掰出来的。你看我们的皂角米就是这么的薄，一整片。我问你，我们的皂角米好不好？所有打有这么多。断货断了5个月的，对，我们5个月没有。给我们来点，别，这次真来不了了，这次真来不了了，好吗？这次真来不了。我们带了多少？刚才已经说好了，那个最后28那个这个西洋参了，78半斤。然后我们之前都是140一斤，78，这个价半斤。所以说线上今天我们第一次来，每个产品我们。基本上卖的价格差价太大，对，这个像我们正常收的都180。按照我们同行，他们收货都是一百八收的。像我的妈呀！我们正常卖最低都是200。对，人工剥出来的，是。他们收都是200到220，都手工拍剥出来的啊！哥姐怎么就分辨一个皂角米的好坏啊？而且特别的薄。特别薄，其实网上你们可以看，一个皂角米都便宜这么大这么厚，那是啥？那都是泡了糖水，泡了胶水。是的，泡过糖水过之后，它才会变得那么大的，才会变。就是这个皂角米到他们手里，一斤要变成5斤。对，就是、你想想，那个皂角米几块钱一斤，十几块钱一斤，你们敢吃吗？你们就是经常吃的话，是吧？那泡了一斤的变成5斤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敢吃吗？真的是，并且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们的这个皂角米
记住，没有熏牛，没有漂白，没有泡糖水，纯天然的皂角米。我的妈，断货断这么，因为我这个皂角米，阿米，因为皂角米这个东西，很多人他一直都在吃。我教你们怎么吃，做冰糖炖雪梨，或者烧粥、烧稀饭，再或者做米饭，对。别的你们在其他地方买皂角米，他可能会让你泡。小唐人可以吃。可以。对。你在其他地方买皂角米，他可能会让你提前泡。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泡糖水的，特别厚，特别大。我们的不需要提前泡。比方说，我今天煮米饭，我就要吃皂角米，跟米饭一起下锅，直接就可以吃。是的。哎呀，不是，喵，超级的好，我们就算了吧，好吧。哎，给我们来点。你们都带都带过来了，带都带来了，给我们来点。来真的断货断太久了，哥姐叔叔，孕妇什么都可以吃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想不想要？想要的在公屏上面给我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。胃什么什么闭的，那个小胃胃不好都可以吃，都可以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。我们主要的卖的，你看好多孕妇用的餐。在和桃胶在一块吃，哦，和桃胶，对，和桃胶，血液，哦，桃胶血液我们卖过，桃胶血液，对，这里很好，对，对，这里也很好，很好的，对，这里也很好，对，这里也很好，都好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给我们来点，我真的我也不问，我们已经五个月没有卖了，真的，就是我们今天真没有，140斤。这么有责任，你没有，那你拿过来干嘛的呢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这上柜台，我明天我们这开张了。而且好多叔叔阿姨们发私信都展品，发私信给我说，对，他说他拿过来是当展品的。展品，他为什么要当展品？就偏脸的说明你有吗？是吧？你肯定他还是有卖的，那不忽悠人吗？但是你这个价格，我们价格我们确实受不了啊。说真实的了，说价格问题，对吧？140。这个泡下来是，我也不会要多，我问你要100的，它泡出来会变大的，是刷一。不行，肯定没有。你能给你能给我多少？最多，我一单像这140的话，我一单要亏，最少要亏的，亏这个数了，我们都。然后我们最多的话，最多给你30单。30单。对。有比没有强嘛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个说实话，哥姐说这个是。其他的我不敢说，你一定要在小苗的直播间买这个东西，你一定要在小苗的直播间买。对，真的水太深了，真的是水太深。你要是炖银耳汤的时候放一点，咯吱咯吱，超级的好吃，小孩也特别好吃，喜欢吃，老人都喜欢吃，还可以对你们的满满的胶质，这个胶质特别满满的胶质。30单给我太少了，给我50单吧。50单吧，没有那么多，直播间50单，叔叔阿姨们刚扣给你30单是给直播间，我们直播间一万以下的，一万，我们直播间1万多人，体验，因为我们今天过来主要就是给你叫你们体验一下的。我直播间10000多人，你但是你这个30单，你好意思吗？天哪，因为我们有差的，叔叔阿姨们没有差的，我不要，差的我不要，特别好吃，脆脆的，对，那个我们不要140，我们100我们都可以推，我们100你给我80我都不要，你50对呀，像我们既然过来，免费给我们都不要卖的，卖的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个皂角米你们记住，怎么分辨皂角米的好坏？你可以在网上薄如纸才好，对，拿来对比一下。这样吧，40单多了不说，40单上架。40单，四十单上架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40单，5、4、3、2、1，已经上了，叔叔阿姨们，40单自己抢。对，真的特别特别好吃。78，建议大家拍一斤的，一斤装的，对，直接148一斤，148一斤，78是半斤，拍148一斤的，是的，更划算。就40单啊，就40单，多了我们多了不行，40单就40单，叔叔阿姨给你们赶紧抢拍啊，赶紧拍一斤装的。这个平时我跟你们讲，平时你们早上起来吃个早饭是吧？熬粥啊，你泡点这个，我们这个皂角米不需要提前泡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纯天然。不像别人那种泡过糖水、泡过胶那种的话，如果你不提前泡的话，就是它泡不开。我们这个不需要提前泡，只需要你煮粥的时候抓一把放进去就可以了。直播间的苏阿姨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它差距有多大这个是网上卖的。网上。哇塞，好大呀！你看，特别的大。至于对比，对，正常它就是这么大的。对。为什么？而且它很饱满哎。非常饱满，非常大，像花生一样。实际上，它跟这个是一样的。对，怎么？实际上它跟这个是一样的东西，只是我们这个泡了糖水、泡了胶水，它也能变这么大。你想想，它泡了糖水、泡了胶水，你想想，30块钱500克，这不？我的天哪！你想它，但是他们还有钱赚，你知道为什么有钱赚？因为这个东西，它到他们手里，你知道吧？一斤能变成5斤、6斤、10斤，就看心黑不黑了。
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经常吃这个的话呢，超级没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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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说了，不要不要，没有，还有最后两袋，最后两袋，两袋，拍一斤的，拍一斤的，最后两袋，两袋，你不要多上，没有了，还有两袋，那个还有两袋，叔叔阿姨、各位姐姐们赶紧拍，收到货，你们现在就可以截个图来。超级的好吃，哇塞，谢谢谢谢，超级的好吃。并且我包你原生态健康，别光听我说话了，歇强了，再来听我说好不好？再来还有最后一单，最后一单是刷一个几千万，最后一单了，我的天哪！我跟你们讲，他们在坑钱的，就是我跟你们讲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有那个，就是可以对咱们小贝贝也好，对对对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个是真没了哈，没有了，我的天。没有，这个真不。胡总要哭了。这个真不跟您那个。对的。我们这个确实没有。今天而且刚刚也做那。我们确实是没有。做那个对比了，叔叔阿姨们，你看我们这个有多薄？你看，像就是像纸一样薄，那个的话就是很饱满。这个收到了，一定要给我们特别的薄。收到了，一定要给胡总他们一个好评。这个本来人家确实是亏本的，已经没了哈，已经没了。谢谢光什么方大人，谢谢，对对，特别感谢。没了，这个照胶米，实话实说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收到。我说实话哈，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在其他地方随便买，可能危险没有那么的危险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这个东西十步有九步都是坑。对，我要骗大家，我是王九单减一，十步有九步都是坑。为什么呢？大多都是泡糖水的，糖水，因为把那个重量增加嘛。你要知道这么薄薄的一片，你想农民伯伯包多么的辛苦，这个东西都是要纯手工的，太珍贵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们拿过去泡糖水，他们才能把利润最大化。有几个愿意拿这个东西不泡糖水的？不泡糖水他就根本就不赚钱，挣不了钱了。为什么小苗愿意干？因为我情愿这个钱我不赚，我不能让你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吃到让你们身体不好。对，能懂吗？哥姐说吧，我一定要让你们吃到健康的东西。你们都这么的支持我，我必须要让你们吃到健康的东西，能懂吗？哥姐说啥意思？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买，真的。是的。不过这个东西我们也是断货断了很久了，对，断了差不多五个月了，断了五个月根本就收不到。我们的货也很紧张的，它是就是一颗一颗剥出来的，知道吧？因为这个品质它超级好，这个品质挺好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哥姐说。来截个图，来，你们可以截图。给阿米截个图。那你们可以离近一点，看看我们的烧焦米。对，现在可以截了，太薄了，看着就对，很薄，非常薄的一片啊，非常薄的一片，超级的好 ，YYDS， 真的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没买着，没有抢到，没抢到的扣个一，哥姐叔叔阿姨。好了，咱别不要扣一了，好不好？能抢到的扣个到了，把一扣起来，叔叔阿姨们，叔叔阿姨哥姐们不要扣了，不要扣了，真不要扣了。哥姐说：“我只要二十单。”对，只要二十单就可以。我只要二十单。我感觉今天我们俩过来拜访苗总，感觉入伙的感觉。对，我们现在我们感觉我们就是这样，是吧？没抢到的好贵呀！你看，好多人都是。我只要二十单，我真的不多了，我多一单我都二十单，这个面子要不给。最后一个品了，这个品卖完就下播了。我们看几点了？我们看几点？时间够不够？工商行吧，工商我只要二十，就是他那个肠胃肚子里面就是。那我是这样，我最后二十单，我们让司机过来，我让司机过来之后卖完这个。容易被那个啥，知道吗？好好，可以。回头一起吃个饭。今天我们对这里好，是刷一个姐姐们跟阿米面，好好，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就是。教什么什么治，知道吧？教什么什么治，已经上了。对对，我们这个皮什么只有二十单，哥姐说啥？我刚刚没有抢到，我正想拍一斤的，最后最后一百四，好，最后二十单，最后二十单，我们就走了，我们就好。副总，别，刚刚没有抢到，我真的想要买，现在已经上了，是刷一个，最后十单是吧？二十单，已经上了，已经上了的哟，赶快抢。买一斤的，买148的。我们胡总就是想看阿牛，今天要看你们就不走，出单率很。你看你不走，你看咱们又出去几十单，哎呀，你个，咱改天。我们也想看看阿牛，看看阿牛跳舞，咱们可以改天看。大家都想看阿牛跳舞。你们想赶快抢，赶快抢，赶快抢！这个东西你记住，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买。这个东西在其他地方买，十步有九步都是坑。对。这个东西跟其他东西不一样。你吃了买到假货了，你对你身体伤害非常大。它是泡了糖水，泡了胶水，又漂白的。你想这，你想都是满满的科技与狠活。我包你，我们的是今晚有想卖的最后一个品了，最后一个品，对，
超薄，特别的薄。你想想，这么薄一点点，是的，农民伯伯他们剥出来过之后，他们商家收过去，他怎么赚钱？他赚不了钱。只有你记住，只有他们只有给他泡糖水泡大了，它才会变大，他们才能赚钱，知道吧？而我们不干那种缺德的事情，对对，知道吧？用途是干嘛的？你们就干煮米饭，煮米饭放一点，就是脆脆的，特别好吃，不要放多，而且有很有营养的，对这也很好。二十单够了没有？够了，没有，没有，还差最后三单。我跟你说，哥姐叔他们这个。你们煮米饭的时候放一把进去，对，要跟米饭一起，不，我们不需要提前泡，对，不需要提前泡，提前泡的是垃圾货，对，我们是不需要提前泡的。然后这个皂角米，你直接和米饭一起放里面煮米饭吃，嗯，你家小孩要不多吃一碗饭，你打我。对，脆脆的，特别的好吃。然后还有我想说啥呢？这个东西没有链接，没有啊？会吧？还有最后两单，这比只有最后两单了，比美什么柔好，肯定的。但只有最后两单了，哥姐叔大爷们，只有最后两单了。是的，肯定是要内调，一定要买一斤的啊，对不对？内什么调，外什么养，你内调好了，外面才会好，是不是，叔叔阿姨们？不然的话，你用一些什么弄在外面，那里面都好不了，是吧？怎么保存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，常温保存，卖啥呢？这个是哪里的？这个是这边的，嗯，就是一种皂角米，吃起来真的有很有胶，就是那种胶质，知道吧？还有最后一单，胶原什么？只有最后一单了，哥姐叔他们，只有最后一单了。对，只有最后一单了，我们就不上了啊！不要上了，只有最后一单了。我给你，我们就不上了。我们这只有最后一单了。跟胡总在这边，我们也可以煮粥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。这个就是煮粥好吃，对，就这个煮粥的。我跟你们讲，叔叔阿姨们，对你们做银耳羹。对银耳羹或者是那个啥的时候，抓一把皂角米放进去，再加点牛奶，加点红枣枸杞，再加点冰糖，哇塞，那真的特别好喝。你们爱美的姐姐哈，还有阿姨经常吃这个皂角米的话，你们这个皮肤会好很多，因为它里面含有那个胶质，胶什么什么质，知道吧？而且对，可以跟血液我们卖的桃胶一起煮的吃的嘛。而且你们我跟你们讲，叔叔阿姨们，这个皂角米哈，你们可以囤着，过年的时候可以熬那个粥，或者是煮米饭。煮米饭就是你们亲戚家过来啊什么的时候，煮点米饭放点这个，他们肯定会觉得很稀奇。哎，这啥？就特别的好看。那个米饭煮着有白色的，有黄色的，真的特别的好看。是的，特别好吃。最主要它这个东西对咱们的小胃胃也特别好，对咱们的脸。各方面都非常的好，你们只有最后一单了，谁拍到最后一单了，断货断了五个月的。因为我之前卖，经常卖这个东西，我经常喜欢说这个东西水太深，你要买的话就相信小苗，就在小苗直播间买，并且这个东西你们吃得过之后，你们正常，你们要是买那种泡糖水的，你们要放一大把，对，才够你吃一顿。而我们呢，只需要放一点点就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呢，你随意煮它就变大了，而那种泡糖水的它不会再变大了。是纯天然的，是刷放心，纯天然的，这个只有纯天然的，只有纯天然的，只剩最后一单了，谁拍到就是谁的啊，谁拍到就是谁的，就没了哈。是的，真的特别好吃，这个，就跟那个桃胶还有血液一起煮着吃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挺好吃的。好大一块，请回复一下，好大一块，你把它切成一小块，就一小块一小块的，然后放在那个养生壶里面煮个十分钟或者几分钟就可以喝了。一周喝两次哈，叔叔还是姐姐？是的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没了没了，一单就没了。纯天然的特别好，谢谢。我们这个就是纯天然的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对天发誓，对天发誓。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啊，怎么样？这样啊？咱确实没了，没了。哦，没了，我知道没了，没了我知道没了，下了哈，下架了哈，没买到的不好意思了，没了。不要再让小门上了，真的。然后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咱们让阿牛过来给大家跳舞喽。对他们一直，叔叔阿姨一直等着。好不好？阿牛，对，这你过来跳个舞吧。跳舞的。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些，我们觉得你们看着胡总看一次阿牛的跳舞，我们觉得就还有就是跟小妹，我们能达成一个长期的合作，或者对对 对，或者就是咱们相互就是互补啊，您这一个。跳吧，我们也特别感谢您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以后咱们多多合作嘛。对对，是的，好吧，确实。那个阿牛，嗨，给大家跳舞。嗯，好的。好，让阿牛给大家跳舞了，好不好，哥姐叔阿姨们？准备好了吗？你手机呢？那个音乐叫啥来着？
啊，你跳舞、哦、我知道，我来跟你说。啊，阿米也不行，阿米不行的。我刚刚跟你们说了，四肢不协调。要不咱们一起跳？我不会跳，真的。好好，对对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叔叔阿姨们，一直让你们等到现在。你要啥子嘛？给那黑我。是这个不？但是这个没有去。啊？你把那个手机对这个小妹哥，我搜一下哟。我感觉我头发都掉没了，叔叔阿姨们。要不再放那个吧？对，你把用你的手机放在你这个是有快手那里。嗯，我找不到。啊！你自己的吧。啊，你一身的状况都是得了，给你交警队了。我确实收不到哎，哥哥姐说。我分享给你，怎么死掉？分享给小苗哥。就微信分享就是，分享到微信上面就可以了。我你看看手就可以了。快手看不到。看不到，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搞错了，搞错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哥姐说啥？别着急，让阿牛给大家跳个舞哈。阿牛，你要学新的舞蹈喽。对。黄牛 KS 也行，分享过来吧。分享过来了。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是搞错了。那快手吧，那就快手吧，快手快一点。阿莫，别放给他们看。漂不漂亮，哥也知道了。啊，好漂亮。漂不漂亮？好漂亮。别看了，我天哪！啊，你是二姐呀？好了，来，我截屏。马上给大家跳舞。你咋不点我这个看不接片啊？靠，这个只要快进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太快了，有点快了。快找音乐，好的，叔叔阿姨们。不用截屏，这个截不了了。哦，能不能截？好好，那你们。只能在这边截。好，歌结束了，那阿牛正在给大家准备给大家跳舞。好，准备开始了。三二一吧，要不然我。好，哥哥姐，苏大一班阿牛要给大家再跳一个这个舞，好不好？真的，阿牛跳这个舞真的太漂亮了。来，我来。能站在那边，远一点。来，阿婆，你那太恐怖了，你这个出糗了，真的你。姐妹几个？姐妹四个，还有两个弟弟。那就准备开始了，哥哥姐，苏大一班。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欢迎，啊，打上两个字加油吧，准备开始，五，准备好动作，往前来一点呢，往前来一点，好，你力比较小，好，往这边来一点，往这边来一点，好，可以了哈，开始了。服装跳得怎么样？可以，没毛病啊。别挡光。觉得漂亮的，咱们打上两个字漂亮。大家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哦。太漂亮，胡总，漂不漂亮？胡总看得眼都直了。嗯，胡总都看得眼都直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啊。
说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下次买个音箱，我来买个好的。哇塞，太棒了！觉得漂亮的在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漂亮。阿牛太优秀了，说实话，真的太优秀了，太优秀了，太优秀了。阿牛，太漂亮了。阿牛，你过来过来，跟大家说说几句。说几句吗？别笑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打得漂亮，谢谢，真的很漂亮，对吧？阿米啊，阿米啊，你来吧，你来吧，我跟你说一个说个事情。我跟你说个事情。说什么事情？就是我今天刚开播的时候，就是打算跟你说的嘛，一直胡总他们过来了嘛。对，一直到现在都没跟你说。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、哥哥姐姐们，然后咱们一起点点赞，还有很多，肯定直播间也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接下来将要跟阿米说的这个事情。对，你是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，也非常的重大，也在此之前从来都没有说过，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可这个重要的程度可能改变你我，甚至阿牛，甚至很多人的命运的一件事情。真的。是的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说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咱们继续的点点赞，把点赞一起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，然后把点赞点到能不能帮小苗点到现在206，点到220万，好吧，点到220万，继续的点点赞，因为我想让人气再高一点，然后我再说，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，不然的话我说到一半别人对吧都那个了。阿牛，那个阿米，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嗯，继续的点点赞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那行，我现在就直接说哈，现在直接就说。我都挺好奇的，你也知道嘛，就是我上海的那个好兄弟嘛，就是借给你。就是、是不是催你借钱了？怎么可能？就是借给你30万彩礼钱的他。其实我家的情况你也都知道，不需要多说，对吧？很小的时候很可怜，然后他是我上学的时候一个同学。他也是同学，对，他跟我一样十几岁就出门打工，后来但是他比我厉害，22岁的时候就在河南全款买了房子。哇，好厉害！现在他在上海一套房，在杭州一套房。他现在之前说实话我猜的，我也没问过，我说你多少钱，没有，就算没有上亿也有几千万，甚至大几千万的那种。真的假的？他非常牛逼的，知道吧？但是在他牛逼之前他也有低谷。他最开始是做旅游，开了一家门面，做旅游，不算公司了，就开一家门面，就是你比方你要旅游到他那里赚不了多少钱。后来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关系就特别的好，但是赚不了多少钱也还是赚钱了。后面结果他，我再跟你说，说到他还要说到我前面，我都搞乱了。你看他那时候开旅游公司的时候，我是在干什么？我是在做手机生意，大家也都知道我的情况，我收手机。他那时候比我好，他手里已经有不少钱了，不然的话也不可能买房子，对吧？然后，但是那时候买的是淮南的房子，30-40万买的房子，全款。那个时候我知道他有钱，我经常的问他借钱。那时候白天的时候电话只要一打过去，夸张到什么程度？他直接问我要多少。哇，这么好吗？对，晚上给他打电话可能就是聊天，知道吧？这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没有之一。然后他投资东西失败了，当时投资的好像也就是旅游这一块，开了一个很大的那个公司，失败了，把他所有的积蓄都亏完了。没有失败哪来的成功？对，你听我说完。然后失败了过之后呢，失败了过之后我天天打电话安慰他，我说咱们都还年轻，是吧？对，会越来越好的。后来我们两个呢，我又特意的到上海去找他，我们没事了聊聊天啊，或者什么的，多安慰安慰他，我给他动力，让他自信起来。后来他又
投资去开旅游公司。旅游？又是投资开旅游公司，当时他手里没有钱。